那接下来我们要上红毯的是年代情感群像剧《南来北往》的剧组出品人邹文，总制片人王小燕，导演刘章牧，主演白敬亭、丁永岱、金晨、刘冠霖、姜妍、李乃文，欢迎各位。电视剧《南来北往》于2024年2月登陆东方卫视。该剧通过一列火车的人生百态，一群邻里间的人情冷暖，见证伟大祖国的革新与发展。我们先请各位签名留念。哇，现场粉丝呼声好高啊！一列火车的人情冷暖，同时呢，也是新老两代铁路干警警魂精神星火传承的故事。签完之后可以把签字笔还给我们礼仪小姐，在签字板之前合影留念。我们可以多给媒体朋友一些时间，我感觉现场氛围特别好，让我听到粉丝们的声音好吗？大家的呼声在哪里？好，让我们欢迎各位，各位，欢迎各位老师。哎，老师，老师，老师，欢迎各位老师，有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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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们再留一张大合照。精彩的瞬间一定要记录下来，我们可以多拍一些。刚才《漫长的季节》是一个很有爱的剧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爱，那个爱都快溢出来了。我们多留一些时间。我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身边，欢迎各位，有请，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可以从礼仪小姐那边拿一个话筒，欢迎各位，欢迎，刘老师，欢迎欢迎，你看看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欢迎大家，好，我们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来。那我们首先欢迎各位，请大家依次打个招呼，怎么样？从我们左侧开始吧。大家好，我是《南来北往》的出品人周文，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南来北往》的总制片人王小燕，谢谢。大家好，我是《南来北往》的导演刘章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南来北往》的演员丁永岱。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南来北往的演员白敬亭。大家好，我是南来北往的演员金晨。大家好，我是南来北往的演员刘冠霖。大家好，我是南来北往的演员姜妍。大家好，我是南来北往的演员李乃文。天哪，这个剧组真的太欢乐了！我有发现，他们每个人在打招呼的时候，旁边的人都在偷笑，都在笑。我也不知道他笑什么，而您在笑什么？欢乐剧组。南来北往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年代剧，而且剧当中有非常多的喜剧元素在里面，特别是丁老师和敬亭这一对师徒，其实有非常多的欢乐亮点。那我想先问问丁老师和敬亭，你们在戏当中发生的一些亮点片段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化学反应，还是编剧的一些想法？我就讲那个金婷演我女儿，演我徒弟的是白敬亭。哦，对，我说的是金婷。OK， 我错了。师徒俩。首先应该感谢编剧老师高满堂给我们写出了这么优秀的剧本，写出了这么多人物都有声有色的，尤其在我和徒弟白敬亭演的这个角色，还有演女儿的这个人物设定上，让我们之间能够产生很多火花。我觉得运气好吧，能够融入到这样一个团队，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在一起合作，
也是就是说的也成就了我扮演的这个马奎吧，感谢能够得到大家认可，我谢谢他们，他们帮助了我，感谢。谢谢丁老师。谢谢丁老师。那金婷呢？金婷呢？我师父说的都对。你在这个剧组里边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体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大家的？那体验老好了，有多好，都非常的幸福欢乐，然后每天到现场都是元气满满，尤其是看到我师父，看到就是各位合作的同事都特别有能量。我感觉今天大家也是元气满满。那跟师父之间的这些有趣的亮点片段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化学反应吗？有自然而然的部分，然后也有是我们故事本身框架就很好，对，都是在这角色的基础上，现场演员导演完了不断的碰撞，应该说你的智慧成就了每个角色，谢谢。特别好啊，师傅说的对。我师傅说的对。特别想再问一下丁老师的女儿金晨老师啊，你看你本来就是一个舞者，我这里要考你了，假如说你人生中最的两个男人，一个是你的丈夫，一个是你的父亲啊，在剧中、嗯、那假如说让你去和他俩跳一支舞，你会分别选择什么舞？天哪。那我跟我的丈夫就是跳东北二人转比较合适。东北二人转啊，然后就是这种比较接地气儿、啊、我跟我爸爸呢就是来段孔雀舞，因为那个戏里面不是他是这个手是老虎钳子嘛、啊、然后这样也有一些反差。那还有一个问题，你不能光说，就是你和你的丈夫和你的父亲能不能给我们各摆一个 pose 看看？这段没排过。哎，没不太好嘛，就是刚才提到你和小白，你说你俩是东北二人转，摆个 pose。那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整一个，整一个，那就好。哎，自己演上了。那丁老师，孔雀舞。哇。果然爸爸都是最宠女儿的，特别好，真的画风都不一样。那接下来我想问姜岩，姜岩在剧中饰演的是列车上的一个广播员，那其实当时你找这个角色的时候也是专门研究了一下广播员的播音方式，那这次能不能用剧当中这个摇的这种播音腔跟我们大家来谈一谈今天来到我们电视剧品质盛典的心情？摇的声音啊，对，旅客同志们，哇，哦，跨越时代的播音腔出来了，不要插嘴，不要插嘴，好的好的好的。南来北往次列车已经出发了，终点站品质盛典，希望大家准时收看，遥遥领先，太棒了，太好了，天哪，我一定要私信说一句，我特别特别喜欢你。谢谢谢谢谢谢。那我现在需要先问一问站在瑶儿旁边的牛大力，好、啊，能不能用大力评价瑶儿的方式来点评一下刚刚姜演的这一段播报？老好了，真的也老好了，瑶儿。是不是得配上些配上一些眼神呢、啊？是纯爱战神呢、啊？可是。嗯，就是。唰唰唰。唰唰唰唰，对，就是我都不敢看他，对。怕难以自拔。哎，今天这个剧组牛大力的情敌好像也在。是呢，我们瑶儿可是站在中间呢。何、老师，这个站位就有安排了。是是是，我是哨边站，尤其是我得离马奎远点，我怕他疼。是有说法的。对对对对对。那乃文老师，您能不能用贾金龙的方式再表达一下对这个瑶儿的感情呢？刚才牛大力说了，瑶儿的声音老好听了。嗯，无法自拔。用贾金龙的话讲，瑶儿的声音不好听，他都爱，都爱。这就是贾金龙对瑶儿的爱，最真挚的爱。我太膈应人了。哇，这真的是最近很火的那一句：“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你是你。”对。哎，瑶，我这里我不是说拉偏架啊，你更喜欢这两位谁的点评？怎么非得哪位老师要拉票了？不要拉票啊！我喜欢，太膈应人了。都不喜欢。这一次哪位老师来也带着我们一个大剧三大队，你是其中的二大队的队长潘大海。对，那你能不能用潘大海的口吻或者这个表现力给我们东方卫视的朋友们表达对他们的喜爱？这太分裂了。
对，在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三大队为什么没来，反而我一个二大队来了，是因为三大队的人都被开除了，都，我还以为都去执行任务了、哎。然后呢，本来我可以代表三大队，一个警察，对吧？跟这个永代老师，咱们小白咱还同事呢，之前。然后呢，他们说非得让我以一个毒贩子的身份走地毯，所以我也答应了。在这里呢，我也代表三大队的所有主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的喜欢，感谢。也要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老师，奉献上精彩的剧目。下面请各位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继续今天的品质之旅。欢迎，谢谢各位，也欢迎各位关注南来北往，关注三大队，关注东方卫视品质盛典。